从零开始练习无意识书写。无意识书写是各种信息传递方式中相对比较可靠的一种途径，其输出的稳定性、可持续性与保真性和完整性都数一数二。那么，如何达成无意识书写的纯熟境界呢？以下是我个人走过的路，仅供参考。一、记录梦境。不管自己的梦看上去如何的荒诞，没有逻辑，毫无意义，进阶是散碎卑微的家常或记忆中影视素材碎片的拼凑，请在第一时间记录下它。不要试图等待或倦怠到睡醒大天亮时觉得自己能想起来。当你洗漱完毕，吃完早餐，送走孩子，很仪式感地坐下，开始工整地记录残余的记忆时，会发现大量的细节已经遗失，并且经由小我逻辑过滤和扭曲。梦境细节中隐藏着最重要的线索，包括颜色、感受、第一想法、念头中的下意识抉择等。记录梦的最好时机，每天有2次，凌晨4:44左右和清晨5:55前后。你不用刻意去上闹钟，当你有意识地去记录梦境时，当那些很有意义的梦发生后，你会诡异地在那一时刻醒来。当然，你有自由意识是否在马上睡去。往往这是你从第一场梦中醒来与后续梦中醒来的时候，不要等待自己彻底醒过来，把梦里的一切尽快地、完整地、详尽地记录下来，不要去在意错别字或语法等细节。重点在于梦中事件里的感受，以及起心动念的诱因，即梦中自己的思想活动的脉络，自己在梦中的趋向和取舍，与其导致的后果与涟漪，请尽可能的记忆与记录，这是重中之重。清醒后，快速通读一遍自己的文字，哪个文字、词句、感受给自己的吸引力与触动最大，在哪词句上给出标记。初期很难全然地了知梦境中这些散碎的隐喻信息，多数人甚至会动用那些心理学或解梦公式，尝试着用逻辑去思考那些标志性的事物其潜在的价值与意义。我本人也走过这样的弯路。二、心路历程和解梦。当你经过一段时间记录梦境的锻炼后，可以稳定地养成习惯去做梦与记录梦境，自我的不懈努力会被高我所认可，形成稳固约定的沟通机制，即自我内部的符号与语言体系。在你的梦里，高我开始整合与灌输相对完整与有意义的启蒙课程和引导。通常，初期是针对性很强的，对于当下某些实际问题的提示或疏导，以变形的方式利用你头脑中已有的素材模板，拼凑出富有启迪性的故事，演绎给你看。就好像你给小朋友讲道理，必须找孩子熟悉的形象与能理解的认知和语言，拼凑出孩子能理解的意义。这些素材可能是小画书、动画片或孩子日常经历过的素材。到中期，高我会针对你此生所沾染上的各种偏执或持续挂怀的过往予以教诲，做出清理，让你的意识频率得以提升，观念达成中正。这里会发生比较神奇的第一次变化，信息的传输会发生在白天清醒的时候，你开始会如饥似渴地跟随热忱，并寻觅到高我给你准备好的教程与点拨认知瓶颈的文章、图案、音乐、话语、视频等信息素材，它们呈现而被你留意到，就像你现在居然看到我这段文字一样。然后你慢慢地接纳吸收这些滋养，你的内在会判断哪些靠谱，哪些纯属忽悠，靠谱的未必很大众，盛名之下的未必不是在忽悠。真理并非是一种绝对，适合你的才是好的。小我可是不会那么情愿把你还给你的，他会不断地找寻逻辑与世俗公知当路障，把你往他最舒服的地方引导，让你成为某大神的弟子或自己当上先知，从此穿上灵性高傲的华服，成为看似开悟的小我，
沉迷在好为人师的忙碌中，感受成就的欣喜。后期，当你不再执着于各种神通业障，放下自我陶醉，也豁然了悲天悯人的去忙于干涉他人因果业力，对演菩萨当上仙、起坛立派、扬名敛财失去了兴趣，那最后隐秘的小境就会显现，本我会进入你的视野，给你确切的指引，并开启宏观的视角，了然全部的初衷与所有规划的蓝图。这些信息是你高我都未必了然的维度资讯。如何能到达这一环节呢？解梦就是钥匙。信息在梦境中被传递时，想要其变得直白与清晰，需要一个漫长的磨合期，需要你在白天反复地去品味与寻找梦中各种细节的意义，比如对话、情节、感受、互动关系、场景设计、肢体动作，从中看出自己真实关注的、恐惧的、束缚的点是哪些。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，梦是极度压缩后的信息包，梦中的人物众多，但每一个都是你自己不同面向的具化展现。每一个场景，每一个道具，哪怕地势的高低，都不是为了布景而布景的道具。你所能关注到的任何信息与细节都包含深意。记住，是你赋予了那世界一切存在的意义，是你构建出了自己的家人和互动的一切，哪怕路边的小草、余光中的路人和街道。当然，你在初期根本无从理解那些纷杂的信息，会尝试着去寻找和赋予梦境中的每一个事物它们专属的意义，或在认知上相互组合它们，形成不同意思。一切都成为了代号、标志，这就是名可名的阶段。有了名，高我才可以与你形成交流的默契。在你自己解梦的过程中，你是在和自己的高我相互间建立起一种交流机制，一种由自己约定出的标记系统。名可名，非常名，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或许这些你赋予某物的意义并不普世，但毫无关系，这是你和自己高我的约定。你去赋予世间万物它们的意义，一切都是符号，你在编写属于自己的新华字典。当然，你要完整地记录好自己的解梦笔记，日后好记得自己如何定义的这些标志。例如，有一次我梦到一只旱龟在水塘里爬，而一只蜘蛛骑在它背上撕咬它的龟甲。事情发生在自家后院里。这个梦有无数种解读方式，但我自己知道，旱龟在水中为困于不当位，大蜘蛛一直是我害怕的生物体，自家后院代表了深厚的私有空间。通过梦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当下不当位而受困，有危险但无损害，事发在自家。这就是我解梦的思路，没有普世性，但符合我与自己高我沟通的习惯。经过漫长的准备工作，你的高我会尝试用这套信息传递系统编写你的梦境，而你醒来后用同样的法则进行有效的翻译即可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信息的解压率与准确性会大幅度升高，此时进入海量信息传递阶段。不客气地说，你的脑子会炸掉。高我随便给你一个信息压缩包，解压后都够一次人类文明革命的素材。三、清明梦。到这一步，你可以开始在入睡前反复要求绘画主题，不过需要给高我时间准备，持之以恒的反复尝试恳请是必要的。当你全然地释放出自己的灵魂，并给予足够的信赖，小我在白天也会不时地进入避让模式，灵魂下意识自动地连接高我或本我。个体进入熏熏然的状态，而思想澎湃，思念所及，无不清明。这时小我经常会做出最后的挣扎，往信息里掺沙子，而你最大的功课就是划分出哪些信息是小我杜撰出来的，哪些是真实的。
这里有一个小窍门，高我的信息中没有恐惧利己的得失心，也少有评断批判的二分心，对外不会渴望认同与声讨异己。白天时的无意识书写，你要让自己保持在一种很类似于4:44半梦半醒的状态，进行快速的记录，把头脑中涌现出的信息一股脑的码字出来，不要去整理思路，也不用在意笔触是否优雅，用不着去组织语言或在意八股文的风范。经常会不能知道自己下一句会去要书写什么，段落间的相关与笔触也很突兀。真实的灵界信息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同时性让信息犹如吞尾蛇般自洽但散乱。文字中蕴含的东西你需要通篇地吞下去，然后体会其层次与核心传递的信息，而不是递进性的因果章节段落。在那里抠段落与单词的含义，是会把逻辑带入思潮而形成意义扭曲的。窍门是写大段的文字，你自己可以在一开始抛砖引玉，进入书写状态后就让文字在指尖自然地流淌。如果中间思绪断了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传输数据包的延迟或对方在组织你能明白的表述。闭眼静等就好，不要让自己脱离状态。写作前安顿好家人和手机等嘈杂。注意事项，一心多用。在下载信息时，很多时候是多线程同时下载的，有些文档先完成了解压，但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其内容是没头没尾的，你需要把它暂存在头脑中，并把这个念头记住或干脆书写下来，以备后续使用。因为这些信息不是你头脑中本来拥有的，所以不会被写入大脑硬盘中成为记忆。一旦你开始运作其他呈现，内存就会被清空，而所有信息遗失无踪。最后提醒一点，当你通天晓地，不被单向时间线所束缚后，未来会变得索然无味，你只能静观随喜地去跟随体验。你可以轻易地获取未来某一时间点上的任何一种科技与创意，用在当下的生活中，在几年内改变自己与人类的命运轨迹，成为下一个马云或盖茨、特斯拉。但你所开创的世间仅仅是属于你个人的一个歧途界面，因为你想要体验当救世主、富豪或企业家。在你的世界里，大家都会陪伴你走完这段歧途，但世界的故事主线不会因此做出丝毫修正，包括主线版本中的你。学会尊重故事的流程，让当发生的事情在其位置发挥其作用，是一种高深的修为。开挂的人生只会让系统提早给你封号，被迫下线。改变世界时间线上的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点，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初衷，都是不被容忍的。利用未来与灵界的能力去展现神通或科技，满足自己造福众生的意愿，都是中期调整时的深坑，是内心匮乏的显化。自我价值是必然需要历经的功课，坑或高山只是自己立足点视角的局限造成的二元分别心而已。